妈，公司还有工作，有什么事儿您赶紧吩咐。我知道你们忙，我不是已经答应你们婚期延后了吗？但是并不影响你们拍婚纱照啊。摄影师我已经找好了，来帮他们换上。哎，先生，这边请。小姐，这边请。喂，好美呀，这张。哎，不错吧？怎么这么笨啊？走路都走不好。高跟鞋太高了，不习惯。让你穿你就穿啊，这么听话。哎，你这个衣服太薄了啊，赶紧换衣服。儿子，刚才拍的真的特别好，再多拍几张好吗？哎，我们着急回公司。哦，那行，那我跟摄影师跟着你一块儿去公司。那我不回去了，你给我借台电脑，我在这儿办公。这个。哎，我的心好痛啊！我要跟你爸爸打电话。哎呀，妈，您先别着急，江一成可能觉得这种摆拍的风格不适合我们。那什么风格合适啊？你又拍，你还拍？